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让人提高警戒。洗肾中心医护人员到苏萱来关怀，教导苏萱同仁如何预防，做好安全措施，希望做到爱自己也能爱别人。所以今天来苏萱是为了要来关怀我们的同仁们，好，要来宣导一下怎样去预防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要教他们怎样去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瘟疫非常时期，防疫措施不能少，为每位走进苏萱的人做好安全措施。苏萱为了保护客人的安全与健康，所以有近期苏萱已实行了一系列的防毒措施，比如客人一进来的时候，我们会给客人量体温，然后会准备洗手液来帮客人消毒。防范措施是本该就是所有的人的责任，每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健康和身边人的健康而付出一点点的努力和一些我们的责任哦，就是可以保护到自己，也可以保护到身边的人。苏萱同仁与民众一起祈祷，希望传达祝福。为了武汉的肺炎疫情来祈祷祝福，上人也一直在呼吁哈，我们要斋戒，人人都来少吃肉，多吃素。很感谢给我一个机会来一起去祈祷，一起去祝福。透过祈祷，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康复。虔诚祈祷，呼吁人人斋戒如素，做好防疫安全措施，祈愿天下太平。大爱新闻马来西亚冯立新报道。